哎呀，这个独角地怎么打咋能咋过来呀？慢慢砸吧，砸砸砸砸砸过来。那就一家一家的砸。那记得哪家砸了，哪家没砸，能记住不？一轮一轮走嘛。哦，一轮一轮走。呀，这块地要砸一遍也得多，得两三天。天天这都男孩说男孩。嗯，这个砸的标准就是把那个最长的线砸了，嗯，短的再让它砸。嗯，小小的都砸的，大概就那个。这一天能砸几串砸？哎，砸不起的。砸不了，这两天才开始砸，砸不了多少。啊，这是第一茬。嗯，再忙是第一茬，上头砸了两茬了。哦。嗯，这是有多大一亩地？一亩多那个是上头一亩，这是。二亩多吧、嗯、啊，这两个人也耐砸的了吧？嗯，可耐砸的了嘛。嗯，啊，这推车车。嗯，刚我是怎么过于远靠，不是靠的，我是拿个车身推。一人拿个桶，往桶里头放。嗯。你搬哪轮去？搬你不是过第二轮，这第三轮去。你往下走啊？我往下走，在地下，在楼上，在楼上。那抬高那地方还够不着瓦砸？够着了。啊，也能够着。够着了。砸完一家子，再砸另一家子。哦呀，没有的，割下来，割。嗯。这个是割下来。割没有。啊。有留有怕老了。今年豆角不好，今年豆角。今年不雨老还不好。雨老不定，雨老今年豆角不也不好。是结的少是咋不好？结的少没。啊，结的少今年。结的少，就是有厚地了今年。啊，就那个地子多啊。今年没有，今年不好。啊，今年不好。嗯。这个是不是雨老了也不好？哦，这管也有原因了不好。您在种豆角也种多年了？今年有七八年了。啊。年年那多少种点？种豆角这种年代多也是种出经验了。经验算了，先种了。这扎豆角肯定是有技巧了吧？有吗？没有的。那两天有叫蛋打的，是颜色挺大的窟窿，也叫。哦，这硬沙这窟窿是蛋打的。嗯。嗯，看这窟窿。这要拿就拿手砸这个砸的，砸一点这手疼吧？抓不疼，也疼了，哎，疼砸到了。疼了也没办法。哎。反正种上了，总得把它砸下来。就是。没有，这就是菜少哦，割下来，割菜。这砸的标准是就砸那个最长的。最大的。啊，最大的。砸完一遍，过几天再来砸第二遍了。今天。这是豆角，这豆角砸的挺顺溜吗？顺溜是，你看往年可好的豆角。往年比这还好。今年不顶了，今年豆角。今年不行。这提满桶了，还挺沉的。豆角开的白花。这今年咱这还卖了吗？今年卖没卖多大点儿，天天卖几十斤的。啊，天天卖也是。嗯。今年豆角跟去年的价钱一样。嗯，比去年应该高了，今年不好是吧？能是不高，两块来钱。啊，这两天，嗯。去年了。去年也就这个价钱。啊，也差不多。种豆角的也是每年都是那俩人。嗯，每年就那两个人。他也是包住咱们村不放。就是，年年就是那几家。这豆角也是先给他，然后后给钱，后给钱，反正也是人的熟悉。有。